Hello，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个存钱罐的手工，大家呢可以用水彩笔把存钱罐随意的涂成你最喜欢的形最喜欢的颜色。大家看，这是个小房子哦，你可以设计自己的房子。然后呢，在涂好之后呢，大家看这里有一个贴纸，上面写着零钱，零钱 change。零钱，大家呢就把这个小贴纸粘下来哦，然后把它贴到一个你喜欢贴的地方，贴在哪里都可以。你看你喜欢贴在哪里，老师喜欢这里，老师就贴在这里。对了，哦，这个存钱罐呢会提醒我们要记得时常的学会存钱哦。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零钱，看老师这里有一个零钱哦，经常的放进去，把它存起来，积少成多，存了很多很多钱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开底下这个黑黑的，然后呢把存的钱都拿出来，对不对啊？哎，拿出来了。咦，把存的钱拿出来，然后用来买我们喜欢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合上去哦。小朋友，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来存零钱吧。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月学的零这个字哦。再来一次，零钱。好，你喜欢这个手工吗？我们下次见咯，拜拜。